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因为在立法院冻结外交部预算，遭到民进党质疑，表面上支持台湾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，却在国会冻结外交部的推案预算1500万元。民进党在网络发梗图批评江启臣，那么是在这个扯台湾后腿，阻碍外交发展的、结果呢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以为说这又是行政院在做梗图了，批评最该被冻结预算的其实是行政院的小编。不过呢，行政院就澄清了，说这个图上面、已经清楚的注明是民进党，这与行政院无关。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参访国家人权博物馆，努力带领党谦卑面对过去的错误，针对蓝委提案冻结潜舰预算仍来批评，他这样说，冻结预算是审查预算过程当中的常态，不能够公开事宜又不让人民质疑的话，那这个跟白色恐怖有什么不一样？自己先前也遭质疑，表面上支持 CPTPP， 却在国会冻结外交预算，甚至遭这样的梗图追打。不同党派的王世坚公开的给予同情，也把箭射向行政院。上个礼拜才在夸你说有改变，结果怎么又跑出这个梗图？如果这个真的是行政院要那一些小编做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小编误国了。呛苏奎还要行政院说清楚。不过仔细看看，两张梗图最下方都标明民进党，莫名其妙被点名的行政院立刻跳出来反驳，指出制图攻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删减国防预算，但该图并非行政院制作。苏贞昌上任之后，真的行政院的小编的预算暴增15倍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我们真的还是奉劝，该治国的、该行政的，好好的做，不要再用小编来治国。志愿跟网军制图，可能得努力划清界限，以免有无辜遭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